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纸钞上面有印金门，金门专用的，这是金门专用的。那其余的喜帐对联之外，还会有灯饰，像这个新娘灯，结婚的时候新娘子带过来的，希望天丁就到这一位置的意思啊，有这个新娘灯。那我们金门男方会准备这个紫虚灯，这个叫紫虚灯。那他写上姓氏，刚说这里姓王，那一边写灯号。那我们灯号很特别，像太原叫唐号。那我们灯号呢，写开闽第一，闽南地区开闽第一，因为宗祠呢有供奉开闽王，所以这里灯号写开闽第一。对，写在灯号上面。你说有什么王？开闽闽南地区。开闽王庙。
好。好。损失一起，受几周？受几周？决定。歪了，你看都射到他们头上。那我。